每桌上方几乎都装了监视器，甚至不到一公尺就有三颗电眼。这是中国连锁麻辣锅店海底捞台湾分店，主打肉麻服务，却被外媒爆出。就是觉得他们的服务真的很好，很贴心，然后就现在听到这件事情就觉得落差很大啦。监视器本身本来每个店家可能多少都会有，但画面传到总集团可能就会有疑虑，有一种被监视的情况。海底捞在脸书发表四点声明，店内录影设备主要是保障消费者用餐权益与安全，只是单纯保存，不做顾客识别，而且所有影像严格遵守本地法规，从未也不会在台湾以外地区备份，并强调设备会安装在醒目位置，不会录音，但似乎还是许多人不买单。我觉得还是一样，可能会feedback 回去他们中国吧。这个东西不是发个声明就知道，他要一个 approve 出来啊，本来就不会是我的首选啊，所以非必要不会去吃。网络版就那么发达，怎么可能他说不会上传就不会上传？用餐影像全都录，有人干脆不再光顾。内政部长徐国勇也摇头。如果换来去吃一个饭，我个人隐私被他这样侵犯的话，那个店我绝对不会去。我们现在正在研拟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做一个根据个资法来做相关的一个处理。陆委会表示，依个资法规定，店家透过监视设备取得的影像，如果是以直接或间接识别客户个人资料，确实属于法律所保障个资范畴，呼吁业者当心违法。经济部更已函请海底捞在台投资人说明，毕竟肉麻服务恐怕不包含时时刻刻望着你。三十岁的刘婷，张慧琪台报道。